长山大哥买的东西，这个可以。这个马是啊，这也是耀州马。对，耀州马，这个少见，更少见，比狮子还少。这是标准月白。对，特别细。这耀州这月白简直是月到白上去了。这就是标准月白。对，当时我没买，这个它确实当时要的贵，那个都几寸，可能要是一千吧。我卖这个。1500，1600。我卖这个。我卖这个，这个可以。哎，我想把这个卖了以后，一锯。用去做这个，做个挂坠儿。你说别，我把兔儿弄完了，我好多兔儿都卖了。这个好看吗？你看这个手做的，这个好。最好的啊，发色最好的，所有东西都能看，都发青了，偏青了。你看，这是个女娃，后面还带个飘带，这更闪。哎，你见过这个耀州上带龙的没？龙片。我靠，龙片，人家当时开8000，直接秒付钱了。对。为什么越南嘛，这贵？一个肥田，嗯，一个肥田，看就这么大个肥田。哦，肥田贵，现在都2000-3000。肥田贵，当时还是龙片，不是？哎，叫我看看，人家不要你看了。我说为啥？人家都买了，我说多少钱？啊，我给人家开个8000，人家直接给我钱了。对，我说我的妈，现在人都不差钱到这种程度了吧？不差钱，太少见了。这个卖我吧，我想买。我把别人的东西送人了。这还我给他钱嘛？你不急，你交我钱拿回去弄吧，弄完了。我想拿这保个座儿，就保个那个。那你我想拿这保个金子挂脖儿。那多少钱？你指点什么事？就是二百，难看。这是港元算一账吧。300元。啊？给你300吧。你那不用转账，弄完了把那个红瓶子那个也弄完了啊。能成把那个都弄完了。都是自家大哥很照顾我。可以给你。这个我觉得那天我没看到这个，看到这个都不卖这个，因为我一直想寻一个这个兔腿，我把我一拘叫孙女娃给他一保。 你不要，这就是卖贵，就是有带了个地儿啊，就是有带个地儿才贵。如果再光是个兔，就是光一个兔也得300块钱、哦、就这么大个兔。现在问题是带这个片儿，我卖他这个东西，你看就带这个片儿，你现在搁到店里面卖，稍微行情好一点，不给6700-7800的最都不涨。这东西哪有100-200-300能卖的？开玩笑。好东西，这个好东西，好吧，那就感谢大哥让给我。这个贵，这个我就拿不动。那个月白我也买不动。这个的腿儿，如果是这个腿儿，哎呀，那都不得了呀。那这个东西就得3000-5000了。嗯，不得了呀。这个腿儿就这个就狮子胸嘛，这个狮子小一点。其实这个也很凶，只是月白的话，它白的话你看不太来，它狮又很厚，对，狮又非常的厚，这标准月白。你要买片儿，一定要买这种就。学习一下，学习一下，学习一下，好不好？感谢大哥，感谢大哥。